林志颖公开大儿子身高 ，Kimi 一年长了12公分，快赶上爸爸。1月10日晚，林志颖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大儿子 Kimi 的近况，并发文称 Kimi 从去年1月到今年1月一共长高了12公分，长势相当好啊。林志颖还直言，照 Kimi 这样的长高速度，明年估计就要抬头看自家儿子了。看得出来，林志颖对于儿子的长势相当欣慰和满意。照片中 ，Kimi 正在用记号笔记录下自己的最新身高。虽然小家伙仍然没有露出正脸，但一头浓密黝黑的头发以及长长的睫毛抢足了镜头。林志颖的官方身高和爱妻陈若仪一样，都是1.72米。在男性身高里，林志颖不算高个子，但陈若仪在女性里就称得上是妥妥的高个子了。所以咱们的 Kimi 哪怕才12岁，但已经完美遗传到了妈妈的高个子基因。看到林志颖的发文和晒照后，网友纷纷留言：黑米哥哥加油，超过爸爸，糯米团子黑米哥哥长成大哥哥了。 Kimi 在淡出荧幕回归生活后，林志颖和陈若仪便鲜少公开儿子的正脸照，不过夫妻二人会默契地晒晒 Kimi 和双胞胎弟弟的友爱日常。每每看到兄弟三人同框，都能被这幅幸福画面给感染到。